锦秋时节，曾临近染大山深处的野生猕猴桃成熟烂，每天吸引着不少人前去采摘。采摘得法皆大欢喜，采摘的不好，采摘者往往容易出现被野猪夹夹伤腿脚、扭伤腿脚、迷路或当晚回不了家等麻烦事。9月9日，义乌市苏溪镇东桃村的英先生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，到天黑也没下山，害得家人担心不已。幸亏义乌警方联合消防、村平安服务队、民间紧急救援协会等出动上百人进山搜寻，5小时才将他安然接下山。今年60周岁的英先生是一家企业的安保人员，隔一天上一天班。往年这个季节，他也常常到六都坑大山深处采摘野生猕猴桃。